Hello，我系卡洛斯，一直咧我都有同我啲学生去讨论，究竟音乐系点样嘅咧？由于佢哋好多咧都唔系话音乐科班出身，咁所以觉得音乐系一样好困难嘅事，尤其是去到旋律、节奏、和声咧一齐出现嘅时候咧，你觉得会系好复杂嘅事。今日我尝试用一个深入浅出嘅方法，同你分析一下音乐究竟系乜嘢。好走开啊！嗱，事源系咁嘅，因为早两日咧同我个学生啊大海啊同埋阿欣讨论一个有关音程嘅问题。英文叫做 interval， 咁一般呢啲咁嘅专业嘅音乐术语咧，同唔系音乐专科嘅人讲咧，佢哋就唔知系乜嘢嚟嘅。于是我就谂个简单嘅方法同佢哋讨论。我用嘅方法咧就系大家都懂嘅一啲数学嘅常识。吓，你会话音乐都同数学有关系？冇错啦，我啲学生第一个反应都系咁。但系大家记唔记得我哋学数学嗰阵时有学过一种叫做图表啊？尤其是个横轴咧系时间性嘅，而中轴咧就系其他数值嘅一种图表。例如我哋记录每一日嘅温度系几多啦，咁第一日嘅温度系25度，第二日温度系30度，第三日温度系12度，咁连起出嚟咧就系一个温度同埋时间相交嘅一个 x y 轴嘅图表啦。原来音乐都系咁嘅，我而家用一个软件同大家睇一睇下。而家大家望到呢个软件嘅版面咧，就系我经常用嘅一个我哋叫程序器。我用的就是 Cakewalk， 咁 Cakewalk 里面有很多个版面嘅，其中一个版面咧就系呢个叫做 Piano Roll。我唔知道中文点译法啦 ，Piano Roll 可以译做钢琴卷，嗱，好好用嘅呢个钢琴卷。嗱，我揿佢，原来佢嘅中轴咧就系一个钢琴嚟嘅。而呢边咧个版面咧好似一个图表咁啦，咁如果你喺呢个横轴啊揿一个音落去，譬如咁样，而呢个音嘅长短咧你都可以调校嘅，咁就一个长音啦，咁就一个短音。嗱，我哋试下听一听，咁就一个短音啦，用我拉长佢咧，一个长音啦。啊，虽然钢琴声音咧长极有限啦，但系起码咧我系可以调校佢嘅长短嘅。好啦，我根据呢个长短嘅形式咧，就做出一个咁样长短嘅组合。嗱，你发觉呢个长短嘅组合咧，只系同时间有关系嘅，因为原来打横就系时间嚟噶啦。咁而家我演奏呢一段嘅长短嘅组合，大家听一听啦。听唔听到啊？长短短长长长短短长长长短短长长长。咁呢个长短嘅音符组成。一个组合咧，我哋就称呢个为节奏啦。咁好多时咧，打鼓啊，其实都系做紧相同嘅嘢。我只要将呢个音符转成另外一种乐器，你就会听到，其实佢就系喺度打紧鼓啊。嗱，我刚才咧就将个钢琴音色咧转咗做鼓声，大家听下系乜嘢鼓声？原来系一个叫沙锤嘅嘢，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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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或者我哋将佢转做再其他音色，要转其他音色好容易啫，只要将成条嘅音符将佢摇匀，咁样就会变成咗鼓声啦。咁咧经过咁讲解咧，大家应该明白咩叫节奏啦。好啦，咁头先我哋将呢啲咁嘅音咧，移上移下咧。在敲击乐之下咧，其实转移呢个中轴啊，就系转变唔同嘅鼓。咁但系如果喺钢琴上高又会系点咧？我哋又翻去钢琴咯。好，喺钢琴之下咧，我哋将呢一橛嘅音符选择咗，然后将佢拉低拉高，会发生咩事啊？原来系高低音改变。所以个中轴咧就系高低音嚟噶，我哋再听一次呢个钢琴嘅节奏。好啦，咁相信咧大家都明白咗呢个 piano roll 啊，喺中轴同埋横轴嗰个关系啦。咁如果啊，我而家依刻捉住每一个音，将佢咧改变佢嘅高低，会产生咩事呢？大家见到啦，我将每一个音咧个高低都改变，而呢个刚才咧平稳嘅节奏咧，而家就变成咗一个
旋律啦。大家应该认得呢个旋律，呢、这个旋律就系我啱啱发布嘅原野牧歌嗰个旋律。咁所以大家会见到咧，其实呢一个图表啊，呢、这个咁嘅数学形式嘅图表咧，其实就是一个旋律，而旋律咧就系由节奏同埋音嘅高低咧所组成嘅。咁如果大家明白咗呢一点咧，原来呢两个音之间嘅关系咧就称为音程啦。明天我再继续同你讲乜嘢叫音程。好，约定你啦，听日再见。我系卡洛斯，喜欢我的视频嘅，请你关注、点赞同埋转发啦，拜拜。